刘畊宏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女儿的最新照片，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关注和喜爱。刘畊宏在帖子中表示，小泡芙已经十岁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他发自内心地赞叹着女儿的成长，小泡芙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逐渐长大，成为了一位美丽的少女。刘畊宏非常骄傲地夸奖着自己的女儿，很多网友看了也纷纷评论道，我的网络女儿啊，没想到都这么大了，真的是等比例长大的，还是那么可爱，好喜欢小泡芙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。作为父亲，刘畊宏希望女儿将来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成为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。刘畊宏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，更是一位出色的父亲，他以身作则，尽力成为女儿可依赖的人。他与女儿共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，他的父爱让小泡芙感受到了